于今天晚上6:30左右，在国道三号北上277公里处，燃获苏姓男子所乘坐的车辆，全案将依照杀人罪移请桃园地检署侦办。海皇鲍鱼干贝 XO 酱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鲜跟秘制的独家配方，还有富含胶原蛋白，还有黏多糖、低脂肪的高蛋白，肉质鲜嫩 ，EPA 跟 DHA 的含量更是丰富。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，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CTI74 享有折扣哦。